翻嚟，我哋繼續同鄧博士傾下佢哋技術嘅實際應用場景。係，鄧博士啊，當初你哋點解會有呢一種用尿液嚟檢測基因嘅諗法咧？你係睇到啲咩市場或者啲咩客户需求咁咧？嗱，首先市場嗰方面，我哋日常見到一啲基因測試是存在的，已經在市場上出現了一段時間。但是基因的獲取用什麼途徑呢？傳統可以是血啦，或者是這個口腔細胞啦。正如我們見過一些實際的例子，確實是有個風險的，對於被抽血的病人。而且重複測試也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重複測試頻率如果是比較高，重複去要病人抽血成本是會高，醫療的成本、時間的成本、病人自己的意欲亦都是幾個因素一起要考慮的。於是乎呢，我們透過我跟一些舊生的一些的閒談之中，發覺咦，原來基因提取從尿液基因提取是一個大方向可以去explore 一下的。於是乎我們經過一番討論探討就是文獻的搜尋之後，發覺有一個好的機會去演繹我們這個概念，就是一個香港科研和大學合辦的一個比賽啦。我們是健康範疇的方面，結果我們就透過這個途徑就贏了一個獎。這個是一個鼓勵來的，我們這個構思方法同埋我哋嘅鋪排啦，都被認同。咁好啦，咁呢個只係一個好初步嘅起點。咁但係要實踐呢一個概念咧，要各樣嘢嘅，要資源啦，簡單啲講下，同埋要有相當嘅人物去支持你呢一個諗法。咁於是乎，我哋轉接都比較好彩，就短時間之內咧，都可以獲取足夠我哋嘅資源咧，去籌備一間化驗所啦，去做呢樣嘢，再。2019年的9月呢，就正式的體檢及基因中心，牽涉的資源呢都是都頗高的，我們都很慶幸有這樣的支持呢去進行這個事情。另外我們發覺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到一個很穩定的技術去提取尿液的遊離基因，其實呢可以這樣說，是很多很多的檢測的範疇是可以做得到的，包括一個母體尿液基因的測試。因為如果你拿到胎兒的基因，即是說你可以檢測到很早期，比如說7週的時候檢測到這個胎兒的基因的健康情況。另外現在 是用什麼方法來做的呢？提取方法呢，就是用一些很 advanced 的技術，去令到一些很少很片段化的一些的基因呢，都可以在我們提取的方法之中呢純化了，還有很穩定地去給我們拿出來，跟著再去進行分析的話呢，舉個例，我們日常聽到病毒檢測做一個PCR 的方法，這個其中都是一個技術來的。因為我們要將一些比較相對少量的基因放大很多倍，一個 PCR 技術。你剛剛說的那個孕婦七週就可以做到拿到她的胎兒基因，現在其實如果譬如孕婦我想知道個胎兒譬如性別之類的健不健康那些，我究竟是要做些什麼檢測才可以做到相同的效果？傳統呢就需要孕婦咧，喺同一個時間咧去抽佢嘅血液去做一個測試嘅。咁呢個血液嘅測試咧都有相當歷史，咁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咁我哋提供呢個尿液嘅基因測試咧，係想提供一個一個 alternative 俾客人去選擇。咁因為抽血剛才都提過，或者一啲嘅新聞實在甚至香港發生係會有風險嘅，同埋抽血對於一個孕婦嚟講，佢個人覺得可能個感覺未必咁能夠接受啊！我大緊肚，我仲要去俾人抽血，佢可能會有啲唔係好安心嘅一個思想。所以咧，我哋提供一個另類嘅渠道，亦都可以做到同一樣嘢，亦都可以係高質素嘅技術去提供一個相對嘅結果出嚟。咁相信係一個方向啦。咁除咗呢一個
胎即係孕婦嘅呢一方面嘅檢測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服務咁樣？嗱，我哋喺尿液只要提取到佢嘅遊離基因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嘅叫做健康風險嘅測試。健康風險測試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基於一個學問叫 GWAS 呢個 study。咁喺科學界基因研究界咧，已經係都係二十年歷史都會有。咁啊，簡單嚟講咧，就係透過一啲簡單嘅基因檢測去將基因嘅某啲特徵同一啲疾病會發生嘅風險咧，去構成關係。咁中間佢會透過一啲統計學啊、分子生物學啊等等嘅結果去結合一齊去有個咁嘅conclusion。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從呢個科學文獻眾多個科學文之中咧，攞取一啲我哋認為可以用得著嘅一啲範疇咧，就變成一啲嘅檢測嘅項目。啊，舉個例，呢一方面可以提供一啲資訊，關於一個人對於某一啲癌病所發生嘅風險。但我強調咧，發生癌症咧唔係一個因素，可以有眾多因素，環境因素啊、遺傳因素等等。咁所以基因咧係其中一樣可以提供嘅資料啦。咁都係需要做翻一套嘅常規嘅檢測嘅。咁但係基因只係俾一個資訊個客人啊，究竟佢需唔需要去進一步去做一啲全面啲嘅身體健康檢查，就住某一啲嘅病？其實我哋個體檢及基因中心亦都有眼科嘅診所嘅。咁我哋傳統嘅眼科嘅檢測咧，我哋都做到。之餘，我哋亦都係全香港自己開發咗一啲嘅眼嘅有關疾病嘅基因嘅風險檢測。咁啊，正如頭先講啦，風險喺基因度存在，但係一個人實際上有咩因素令到佢再有呢種病咧？其實可以好多環境因素。但係如果一個人佢有基因上嘅風險，佢會被 alert 到啊，我應該去更加頻密啲，比常人頻密啲去檢測佢眼睛嘅健康。另一個服務就係肝嘅一啲嘅健康檢測。亦都喺尿液度咧提取嗰啲遊離基因，去測試到對於某一啲肝病嘅風險。舉個例，脂肪肝；舉個例，這個纖維化，甚至去到肝硬化，個別嘅階段咧，我哋都有一啲基因嘅風險咧係可以測到。咁正如剛才咁講，風險係存在，但係呢一個客人佢實際上咧可能未去到真係發病，所以佢更加要去提防啦，去做翻一啲頻密啲嘅常規嘅肝臟嘅檢測。舉個例，一啲嘅超聲波啦，FibroScan 去 check 下肝臟實際佢嘅結構上嘅有冇一啲嘅病變啦，或者進一步去抽翻常規咁抽翻血咧，做翻一啲肝功能嘅測試。咁基因係提供一個資訊俾佢，究竟佢對於某一啲疾病嘅風險。所以我個人覺得咧，係對於整體我哋嘅人的健康是有一個啟示的作用的。但是正如剛才很多例子都說，你真的要做一套正規的健康檢測去證實自己的現時的健康狀況是怎樣的，其實都算是一個給醫生的一個參考，是不是？是的，醫生可以選擇怎樣去解讀這個基因的報告。好，那這段時間差不多，我們休息一會。